我们看这一题，这一题他说P 呢是这个矩阵的，已知呢这个 A 它是一个二阶方阵，它满足这个方程式，它要求 A 的五次方多少？我现在怎么办我两边给它五次方，这个给它五次方了，五次方，这五次方以后这个就等于多少 ？P 负一 A 的五次方P 啊。好，然后现在的话呢，我 A 的五次方我就两边两边这边乘以 P， 这边乘以 P 的负一嘛，也就是这边乘以呢 P， 这边乘以 P 的负一，也就是说A 五次方等于多少？这边乘以 P， 负一零零二的五次方P 的负一啊。好，那这个等于多少呢？这个 P 的话就是等于这个嘛，3152嘛。这五次方因为它是对角矩阵嘛，所以五次方直接拿进去，负一的五次方是负一啊，二的五次方是32，这都是零，32。乘以的话 ，P 的负一 ，P 的负一是32的6嘛，6减5，这等于1嘛。这个对调，23，这个加5，负5负1啊，这是1嘛所以呢，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 P 的负一，P 的负一是2负1负3。好，那我们这个先给它合并，负一乘以呢，这个等于多少我们看第一列，负一乘以这一列是负21。加零乘以这一列就没有了，这个的话乘以这一列没有，这个乘以这一列是，32乘以5，五二得10嘛，负160了，负160嘛，32乘以3的话是96，23得6嘛，33得9，等于这个，等于这个以后然后呢，这两个呢就相乘。两个相乘的话，我3乘以这一列是负6 3嘛，1乘以这一列是负16096，所以这样一加的话加起来多少呢？第一列是负166嘛，负呢166，然后第二列这个是99了，负166 99。这是第一列，这样看第二列5乘以这一列是负10，五嘛，二乘以这一列负320，然后呢，二乘以96多少？262积29819，把它加起来，加起来的话呢，这是负330这是197。所以这是负330，这个是197啊。所以这个就是 A 的五次方啊，A 的五次方是等于这个。